七号的抗议活动从十九点三十分开始，持续时间约一小时。台湾劳动党、统一联盟党、新党、中华统一促进党、蓝天行动联盟等超过五十个政党和团体与两百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抗议活动。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七号表示：“机场是台湾的门面，在机场抗议是要让全世界知道。” 许多台湾民众反对美台政客勾结，破坏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民间团体要给蔡英文迎头痛击，强烈发出反对美台勾结、维护台海和平的名义。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执行秘书、劳动人权协会总干事王五郎表示，蔡英文当局位于美国勾连，不惜让台湾人民陷于苦难之中，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台独是行不通的绝路。 当前应该多做缓和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和解的交流，才能让台湾远离战祸。也只有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才有台海的持久和平。蔡英文过境窜美，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极大抗议。面对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蔡英文依旧硬拗，还妄称马英九的一个中国已经过时。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反驳道：“蔡英文将台湾带向险境。” 蓝营也痛批蔡英文的这番言论。蔡英文的说法不正确，那同时蔡英文也否定一种原则啊，然后也公开的倡议两国论，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危险。我提醒一下蔡英文，现在二零二三年，您是学法律的，你自己去读一读是怎么写的，你去读一读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怎么写的。 民进党如果说对于法令有任何觉得不合适的地方，请民进党政府、民进党的执政党负责任的提出你们的看法。针对蔡英文批评马英九的论述过时一事，岛内舆论齐声踏伐，痛批无知的民进党仅会用话术欺骗。马英九在讲一个法律的规定，这不是论述，论述你可以胡说八道，法律只有一种解，只有一种解释。 那你今天蔡英文这样讲，你把法律当作论述，这就是台湾的乱源呐、啊！蔡英文就是对马英九的讲的是一个法律的事实，他用胡说八道来回应。那蔡英文所讲的东西完全背离事实，诶显示了他的无知啊！蔡英文从来不愿意认清现状，那问题对马英九这一次去中国大陆的表现，他没有办法去抵挡，所以他只好用这种话术去欺骗。